二号过来，二号，来，七幺三人，七幺三人，一号警察，一号警察，一号不是我执法的。我堵门口，如果他们手速没有我快，被我顶到了盒子。一二三，我一二不是的话，我到底是玩内鬼模式，有两个场外队伍会发生什么？我们玩什么？你可以偏一下玩场外，我们四个场外保你，你不管是人是鬼，我们都能保你不会被票出去。我今天就这样玩了，我的那个小女孩被玩的啊啊叫。游戏开始。哎呀，还是特种兵？为什么？大军是你在说话吗？大军，我跟你。OK。哎，九号，怎么？哎，为什么我这里能点啊？我怎么能点这个啊？啊？走，我们去哪里啊？我们去找那个晚夜北风紧急会议。稍低调点，你有病吧？我有点忐忑，心里面做了八个任务，中途一直一个人，没人跟我，有没有妹妹跟着哥哥一起？你他有病吗？别神，你的紧急会议没死啊？一号不要了，一号一看就不是好人。叫我干嘛啊？这叫你干嘛？那个小屁孩，你说话还是注意点好不好？我一直跟着人家那个大狙在一起，你骗我。小朋友，你不要这样搞我，再买都是吓唬那个小孩去。七麦是吧？这一把这样，你跟着我，然后我当了七麦的人拍，然后诬陷他。对，等会儿诬陷他。你先别说话，你跟着我走就行。七号，咱们一起走。七号，你别走，你刚说我干嘛？我跟着你一起走。七号，我是这个一号，你能听我说话吗？七号。小学生，你进去死啊！OK OK， 哎，那个二号过来，二号，来，七幺三人，七幺三人，一号警察，一号不是我，我堵门口，如果他们手速没有我快，被我顶到了盒子。一号三，我一二不是的话，我到底是8号、9号、6号，你信我句票一二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七号，我说一直跟着你，你就说我是吧？啊，我刚刚明明是跟着那个三号一起的，好吧？你在乱说什么，小朋友？你不要不会玩这游戏，不要玩好不好？你这乱搞不太好吧？我是个好人，铁好人啊！看到我的，帮我作证一下。我刚刚是跟着那个七麦的，七麦他当着我的面拍了那个十麦，好吧？他现在在咬我，我真服了，表弟，我们不是一起的吗？然后我说一下，我是二三，还有七号，我们是玩场外的，这个七号是表弟，你不要再乱说话了。这个我表弟是内鬼啊，兄弟，我表弟是内鬼，然后我跟这个二三还有七是场外，那是表弟，然后那个三号是我表妹。这样吧，直接把我表弟票了吧，我表弟不会玩，咱们一起七号吧，我们是玩场外的，我们是场外狗。表弟，你怎么到了人诬陷别人啊？表弟，我把票七号，我在七号旁边，我去偷看他的手机，他那里显示两个内鬼，还有一个锅。七麦绝对是鬼，相信我，七麦票七票七票七七绝对是鬼。表妹，你跟这关系扯的跟犊子似的。七号，我不是表弟啊，在这。我说什么呀？我和他死对眼啊！我跟一个人，我是鬼的。你看死了吧？你看到没？你看死了吧？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大狙杀人呐，哥们儿！大狙杀人呐！别杀了！别杀！我真服了，当时我在那个二楼做任务，知道吧？然后我全是跟一号走的，然后这个九号有问题啊，九号开烟雾直接过来把我队伍干了，然后一直说一号是内鬼，我真服了。这场的话，直接应该是五九双狼，他们玩场外的，知道吧？咱们这一把直接把五号拿掉了，这个五号还说这个七号是他表弟，到底干嘛？你表弟是退了，这把先把九号票了吧，九号是玩场外的。九号，因为当时一号跟九号是一直走在一起的，一号死了就一定是九号当了，我们一起票这个九号大局。你说的大不对，走啊！我跟六号肯定是好人，我跟六号一直在做任务，是吧？六号，咱们一起票五号跟九号。六号就是个内鬼吧？我去你那个大鸡蛋的，老扯犊子，你搁那扯吧！我去你了，我真服了！你扯就扯就算了，咱就扯上我成那个七号的表姐了呢，我都不知道。我姑他们给我生出来一个弟弟，我真服了，我真不是你没说过吓死我滚。这五妹要吓死了。那三号滚。哎呀，小蟑螂啊，他怎么给了我一枪啊？那三号那你就说是五五号
我太六舅老爷的，我把二号给崩了，然后你和二号有关系是吗？然后你就看我不对眼，然后就说是我呗。这个牛麦也是嘚儿，这牛麦就明明是我。来吧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招了我吧。不是那个女的，那个女的气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她都不知道她姑姑什么时候给她生个弟弟。